各位电视机的佛友们，大家吉祥。今天十方法语的主题是如何消除烦恼。何谓烦恼？佛弟子每一次功课完毕，经常念“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”。普愿罪障悉消除，世世常行菩萨道的回向文。回向文中的三障，即是指烦恼障、业障与报障。《大般涅槃经》的第十卷说到，三障是大病，所以诸菩萨于无量劫修菩提时，即施一切疾病医药，常作誓愿，令诸众生永断如是三障重病。何谓三障？好，第一个烦恼障，纷繁之法，恼乱心神。所以，故名烦恼，指的就是贪欲、嗔恚、愚痴等惑。烦恼障会障蔽正道，所以是名烦恼障。第二个业障，业即是业横，也就是由贪嗔痴生起身口意，造作五无间众恶之业。这种恶业呢，也会障蔽正道，所以是名业障。第三，报障。报障的报，就是指果报，也就是因为众生有烦恼惑的业力。那么时令呢，生在地狱、畜生、恶鬼三恶道里面，因此障蔽正道，所以称为报障。因为一切众生几乎都被三障所障蔽，不见正道，善心不能升起，所以呢，这三障我们称为障。三障虽然说有三种，但是若论根本，只是一种，也就是烦恼障。因为业障是由贪嗔痴根本烦恼发动身口意三业，造下一切诸恶业或者善业。这时，众生便有了业障，业力成熟，就牵引出善恶果报，所以就有了报障。所以，三障中的业障与报障，都是根源于烦恼障。因此，《华严经·普贤横愿品》说道：“我昔所造诸恶业，皆由无始贪嗔痴，从身语意之所生，一切我今皆忏悔。这首偈颂说明两件事：第一，众生所造的业障来自无始贪嗔痴，由着贪嗔痴发动身口意三业所造就的。第二，众生一旦造下恶业，就必须忏悔，更何况这忏悔业障也是普贤菩萨的十大横愿之一。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世间上除了上上品的劣根人可以不二过，但是一般众生都是烦恼重重的钝根人。
为了避免一错再错，因烦恼而有了业障与报障。再由于业障与报障的现前，使令烦恼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大，也越来越强。于是，便障碍正道的升起，使得佛弟子无法成就到彼岸的功德与智慧，在三藏的轮转下，沉沦生死，无法度一切苦厄。因此，佛弟子在初修学佛法的时候，除了要发菩提心，成就佛道，最重要就是要先学习如何消除烦恼。所以，消除烦恼的方法，以众生来说，佛道玄远。所以，成佛大事暂且放置一旁，先把烦恼灭了再说。根据《普贤观经》的偈颂所说，一切业障海，皆由妄想生。若欲忏悔者，端坐念实相，重罪如霜露，慧日能消除。是故至诚心，忏悔六情根。好，所以根据《普贤观经》这首偈颂，说明业障是来自烦恼妄想，要灭业障，就要消除烦恼，而消除烦恼的方法，也就是忏悔业障。但是业障要怎么样忏除呢？忏悔的忏，不是梵语，而是梵语忏摩。卡玛雅体的略称，指修行人对自己或有意或无意中所犯的过错或罪恶，能诚心进行反省，并决定改正的行为，就称为忏悔。所以，忏悔是一句梵汉合并的名词。汉传佛法的忏悔法始于梁武帝的慈悲道场忏悔，好，后来又有观音忏、法华忏、金光明忏、大悲忏等，有注重忏罪仪式的释忏，也有注重真空谛观的理忏。佛弟子的这个忏悔，为何要忏悔？因忏悔可以拔除一切的罪苦，如《心地观经》的第一卷说："发怒忏悔，罪即消除。"所以，汉传佛门的忏悔法，在智者大师的《释禅波罗蜜》的第二卷提到。一共有三种，也就是一做法忏，二取向忏，三无声忏。在此大略说明三种忏法的大意。一做法忏，做法忏是属于释忏，犯戒的忏罪人必须向佛前报陈自己所犯的罪，当下身口所作，都依于法度而作，以求能灭犯戒的罪。一般来说，做法忏是比较注重忏罪的仪式。在《摩诃止观》的第七卷说道："忏，名晨露先悟；悔，名改往修来。
金光明经文句记的第三卷又说，忏悔二字乃双举二因，忏语犯魔，华言悔过，因此悔过的犯意并不违背忏魔的本意，而忏魔的义理则是请他忍恕的意思，忍恕就是容忍宽恕，其中请他忍恕的他，也就是持戒清净的忏悔主，因此做法忏即是随个人所犯戒罪的轻重，请一位或数位的忏悔主。好，那么持戒清净的忏悔主，犯戒人在忏悔主面前发怒罪状，诚请忏悔主忍受我的悔罪。所以做法忏的忏悔法原本是僧团中每半个月举行一次的诵戒仪式，在仪式上让犯戒者发怒自己的过失，以求灭罪清净，如法诵戒。但是声闻戒法的忏罪都取决于做法忏，而大圣忏法则多采取相忏与无声忏。有关于做法忏大略说明到此，接着我们说明取相忏。二，取相忏，取相忏介于事忏与理忏之间，即是佛弟子在定心中起运忏悔灭罪的观想，在定中或是梦中感得如来摩顶或见光见花等瑞相，能灭除烦恼的性罪。南朝梁萧子梁的静住子涤除三业门说，忏悔之法先当结其心，净其虑，端其形，整其貌，恭其身，肃其容，内怀惭愧，彼此外发。这一段文清楚地指出，忏悔时必须至诚恳切，而且忏悔也有一定的仪式，往往都要念长短不等的忏悔文，以忏除所犯戒的罪。现一般佛弟子多是经由礼拜方等忏法，若是忏罪清净，在定中或是梦中也是感得如来摩顶或见光见花等瑞相，这就是取相忏。那么第三个无声忏，无声忏呢是纯粹的理忏，也就是正心端坐观想无声的真理，为灭除障碍正道升起的无明烦恼。如普贤经所说，若欲忏悔者，端坐念实相，重罪如霜露，慧日能消除。因此无声忏是佛弟子在修行中很重要的一种忏悔法，在修行忏悔时运心观想现前罪障的法体视为无声，进而亡灭善恶的差隔。修忏的重点在观一切罪业皆从一念不了心生，若了心性本空，
罪福无相，则一切法皆悉空寂，罪从何生？是名无生忏。但是话说回来，佛弟子想借由无生忏来忏罪清净，本身一定要具足空慧的基础，当然最好是以成就般若慧为最佳。但有真正成就般若慧的人，皆是已入圣道的声闻人或辟支佛，要不然就是大乘入地的菩萨，这三者都是圣人。而一般为罪业所苦的，偏偏都是生死流转的凡夫居多。凡夫要空是空不来的，所以虽然如此，凡夫也不必气馁，只要我们能时时亲近善事，从此听闻第一义谛的正法，具足般若的正见，虽然还没有成就般若，但也已经具足心上四如的空慧正见，然后端坐念实相，如理思维，这就是法随法行的功夫。由这功夫就能够帮助佛弟子成就空慧的基础。有了空慧的基础，在学习佛法的过程中有二种利益。第一种，佛弟子若不小心犯罪造业时，观罪性空以灭罪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于因缘成熟时，能帮助佛弟子见无生道法，入圣流，乃至成就无上佛道。所以底下介绍三种三首的寄送，帮助各位佛友修学无生忏法。明朝末年，莲池大师从定的《修摄瑜伽集要师时谈仪》中有说到，罪性本空，由心造，心若灭时，罪亦亡，罪亡心灭，两俱空，是则名为真忏悔。但是这首寄送在比莲池大师更早的，也就是元朝时期的明本宗丰国师，在国师的三十系念佛事中，好，那么则是说，往昔所造诸恶业，皆由无始贪嗔痴，从身语意之所生，一切罪根皆忏悔。罪从心起，将心忏，忏罪何如悟起心，罪亡心灭，两俱空，是则名为真忏悔。忏，这个忏字因痴恩忏，这是预测灾异吉凶的言论或征兆。那如同我们一般讲忏语，是言字部的部首，字形与忏相近。综合两位古德的寄送，到了现在就是今天誓愿中常念的罪从心起，将心忏，心若灭时，罪亦亡，罪亡心灭，两俱空，是则名为真忏悔。所以以上的三首寄送都是修学无生忏法的下手处。佛弟子可以选择一首在静心时候修观，忏法自能成就，使令罪亡心灭，烦恼消除，罪也消除。所以只要
我们功夫用得深，何愁大道不能成？因此，我们应该要努力地学习佛法，并且借由禅定的力量来兼顾，同时成就般若波罗蜜的智慧，在《大智度论》龙树菩萨提到了一件事。龙树菩萨说：“有定之慧，如同暗室之灯；无定之慧，如同风中之灯。”那么这几句话呢，也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修学佛法所成就的智慧，必须要借着禅定的帮助来兼顾我们佛法的智慧。如果没有禅定帮助我们佛法的智慧，那我们遇见境界的时候，往往是看得破，忍不过，不能灭除我们的烦恼，不能越度过现前的障碍与困难，那么往往就是随业流转的境界。所以我们想要成就般若波罗蜜的智慧，那佛弟子一定要每一天找时间来修学禅定，也就是要静坐。好，那么静心中的时候，在静心的时候就观想般若的佛法，那么使令我们的般若慧能坚固。那么以般若慧呢，来领导我们的六度万行，自然能够圆满六度万行。六度万行能够圆满了，自然而然，我们的道业也就成就了。所以佛弟子的道业成就，那么就是要记住，你要时时的亲近善事，听闻佛法，同时要如理思维，然后找时间静坐。这就是法随法行，兼顾我们的智慧，佛法的智慧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自然大道功成。所以，以上简单为各位介绍修行的方法，那愿共勉之，祝各位都能够早日成就道业。